他说你这个没有用啊，做不了什么了，做不了，你做不下去的。可是我觉得说，为什么都要这样认为我呢？就像我之前讲的，不是蹲不蹲得下去，是肯不肯做。我觉得我肯做，我可以做得下去，那让我试试看。请您锁定这个礼拜天晚上，一步一脚印，发现新台湾。